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卓。看看咱今天这厂房咋样？收拾的干不干净？利不利索？中间这个地儿终于空出来了啊！我的天呐，收拾了一小上午啊！哎呀妈，给我累得我手指盖都疼。看看，这是不是比以前干净多了？虽然说架子上还是乱的乱七八糟啊，那顶上真是收拾不过来，咋收拾反正也都那样。哎呀，已经收拾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啊！值得鼓励，哎呀妈！我今天干活了，居然，太不容易了啊！看看大坤他们干啥呢？哎呀，这不是李哥的车吗？这车你看，抽拉厨房已经都放上去了，镶上了，看看，挺漂亮，挺带劲。看看前头，哎，大坤，大坤，干啥呢？Hello，整啥呢？额头棍。呀，这怎么是两个扣的额头棍啊？是因为这车大吗？对了，没车大。我的天，可以啊！这个色儿也是非常漂亮，放这个心色儿吧，做额原头棍始儿。的话。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前头那个配电箱和那个冰箱的那个箱已经出来了，看，下面还有个抽匣，挺带劲的，可以呀。什么叫严丝合缝？啊，看看，哎呀，面儿出来了呗，底儿也出来了，底儿也出来了。准备安装了。啊，可以。李哥人家不要前面这个门儿，就要抠的，对，人家不要美观，就要实用，这样也挺好看，其实。也挺好看。对。这个有的人我就要个门儿，要东西掉出来怎么办呢？嗯，李哥我就不要门儿，对，门儿有啥用啊？又掉不出来东西。还得往起掀，是不是？对，一个人一个。对，一个人你一个喜好，这玩意儿没法说。这是底儿吗？这个是底儿，这是面。这还有个弧形，妈呀，那玩意儿，这是咋嘎出来的呢？都是异形。都是拿那个手工下出来的料，是不是啊？对。这个机器没法直接下料，因为咱们不知道是从那个几厘米的地方拐弯儿。这机器这时候就是已经用不了了。这个窟窿是用机器抠啊，原这来个这挺种漂亮。窟窿都用手工抠，对，抠完吧它崩边儿。啊，相当于机器吧，它一个不崩边儿，再一个它省工，比较圆润，到时候咱封边的时候也好封，这样还对，漂亮。这个色儿真是啊，怪不得这个色儿现在成了咱家的网红色儿，主流啊。对呀，漂亮。不管是打大的棍儿还是小的棍儿，都显得那么的精致。看不看着这两个棍儿后面这个散热孔啊？我的天，漂亮！看，非常的圆滑，一点都不拉手啊，就这么摸过去，嘎嘎带劲。这个色儿别说，真挺好看，再配上咱们家的最火的红色地板革，嘎嘎带劲了。看雕刻机雕出来这个小方框，虽然到时候咱们会用那个控制面板呢、点烟器还有无孔插座给它盖上，但是你最起码这个相当板正了，这小边嘎嘎齐是吧？准备固定这个额头柜了，真的这额头柜这块空间是相当好了，不利用真是太可惜了了。你说这个位置吧，平时开车、坐车、行车过程中，你可能在这站起来吗？不可能，所以上面那么大空间真是太浪费了。所以整个小柜儿，哎呀妈，做个储物空间，放点东西，嘎嘎带劲，相当实用。哎呀，我就超级喜欢这个额头柜儿，空间一就是空间全利用，我就贼喜欢。什么玩意儿？这小额头柜儿又漂亮又实用，哎呀妈，还精致。你这安装的时候还得使劲往上扛呢，顶着点儿。还得顶着点哈、啊，这样式的啊，这样往上顶着有点劲儿，是不是能严丝合缝？对呀、啊，现在不你看，啊，一点缝都没有了哈、啊，漂亮，严实漂亮。找商务车，不是你整这位置。李哥，这个车内饰基本上就是加算上这个棚吧，基本上就是以灰色系为主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米色系的这个柜子，简直就是感觉是一个整体一样，特别好看。是不是、啊？哎，安这个额头柜是真费劲呢，不管是量尺还是嘎这个板子，还有这往上安，往上你就说使劲往上顶吧，扛吧，就多费劲儿，很费力，很费力。朋友们，你们看这块额头柜下面那个底板像什么？有没有点像那个冲浪板？咱们这个改床车跟房车呀，别看大多数好像都是木匠活啊，但是可跟家装一点都不一样。家里的那都是严丝合缝的，整整齐齐、横平竖直的。你家里最起码没有是弧形的吧？没有这个急得拐弯的墙吧？是不是啊？
但咱那个改房车床车就不一样了，每个车里面那个内饰啊，那个筋呐、啊、那个梁啊，我的老天哪，那就是急得拐弯急得拐弯急得拐弯，那一点不严丝合缝的不好看，所以做那个活的时候，做那个木工活的时候是太费劲太费劲了。而且咱们现在买的那个雕刻机，在嘎那种急得拐弯急得拐弯的地方根本就不好使，还得是手工下料手工嘎，感觉还是比较费劲的。从后往前看看那个额头柜啊，是真漂亮，看不着，很精致。这个李哥这个车空间吧，它也是大，你看看后面这个床基本上就是一个双人床，双睡两个人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这个床跟那个座椅中间它还有一个卫生间洗澡淋浴的一个地方，然后还有它那个座椅前面还有一个柜儿，然后在前面就是主驾驶了。你看这个空间是相当大，有好多朋友在评论区或者是私信问大坤和小庄说，那个啊，我床车出行或者是改房车或者改床车，我选一个什么样车型，我是选中轴还是短轴呢？其实吧不用纠结，主要你只要是这一年长时间的是自驾游的话，那只就是空间越大越好，越大越舒服，对不对？如果要是咱们还在上班还没有退休的情况下，只有周六周日还有节假日可以出游的话，那就选就是在市区待不方便的，是不是？这一点就毋庸置疑了，很简单，选择也很快，不用纠结了。长时间自驾游的话，那肯定还是空间越大然后高度越高越好了。大坤，哎，这个头柜已经做完了，做完了，挺漂亮的嘛。看看底下，底下安的也是非常带劲，严丝合缝。看坤啊，我很满意啊，我感觉李哥也会非常满意，挺漂亮这个色儿，然后感觉又非常精致。看看，爸在这整啥呢？这个、哎呀，抽匣，这个抽匣这小揪手，这不是我在网上选那个吗？挺漂亮啊。百搭，这个揪手跟啥板子都能搭上。是吗？这个抽屉面本来我们安在外面，后来一看单独一个抽屉安在外面不好看啊，我们又给它改到里边，镶嵌式的了吧？这回对，内嵌式的。这回也很漂亮。这回看看，从侧面瞅整个就是一个整体了，是一个平的，除了这个小揪，没有办法，抽匣必须得有个揪，它才能打开，很漂亮，非常带劲。